事情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跟程明又是怎么回事？程明和我没有一点关系。至于我的事情，你真想知道吗？你就别瞒我了。伤后应急障碍，黑暗恐惧症，是一种很难治的心理疾病。是因为那件事吗？所以你这一年是去治病的。岳之奇，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？治好了吗？已经好很多了。你为什么不尽早告诉我呀？从我带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了，你居然一个人在我眼皮子底下偷偷的治病，也不跟我吐半个字。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？绯闻的事你放心吧，我会处理的。你别瞎想了，好好在家休息吧，啊。